剧由着布莱德比特监制的《自由之心》刚刚赢得奥斯卡最佳影片，成为影坛最热门话题。而美国一名网友却发现，《纽约时报》一则19世纪1853年的报道却把电影中主角的名字拼错，因此纽时在4号决定要更正这一则161年前的新闻报道。 And the Oscar goes to 12 Years a Slave。奥斯卡最佳影片得奖者《自由之心》成为今年最大赢家，而剧中主人翁所罗门·诺萨普更是声名大噪。I was born a free man, lived with my family in New York. Be good for you. 男主角原本是一名在美国北方的自由黑人，没想到意外遭到绑架到南方，成为黑奴的故事。If you want to survive, do and say as little as possible.《纽约时报》在1853年也曾经报道过男主角的故事，但是没想到100多年以后，因为电影得奖而遭到网友抓包。这则堪称骨灰级的新闻，在当年报道拼错名字一直都没有人发现。在电影得奖后，一名推特的使用者将错误点了出来，在网络上面成为热门话题。《纽约时报》在4号特地公布了更正启事。纽约的启事中，著名修正的目的是为了一个更真实、完整的记录保存。Everyone deserves not just to survive, but to live. 电影《自由之心》讲的是一个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努力获得最后的自由，引起了广大的回响。《纽约时报》顺应潮流，在新闻报道161年以后特地公布更正启事，也让大家见到了身为媒体的严谨。记者冯云超报道。